公元399年，中国的僧人发现踏上了西行的旅途，在乱世里发现真正的理想又是什么？即将播出《佛国记》上集《乱世寻法》。公元412年五月的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让宁静的印度洋变得危机四伏。不过在这惊涛骇浪里，竟还有一艘单薄的海船迎着风雨向遥远的东方艰难航行。在这无法抗拒的自然之力面前，船上的所有人只能遵循一种传统而又无奈的方法，那就是放下船帆，向自己的神灵祈祷，把命运交给不可预知的未来。在惊慌而杂乱的祈祷声中，一位平静而安详的年老僧侣逐渐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没有祈祷，更没有惶恐不已，只是用一种平和的心态来传递内心的安宁。因为这位僧人早在13年前就将自己的生死置身度外，他现在心中最大的牵挂就是这身后的经书。如果这些珍贵的典籍与他一起葬身大海，那么东方故国的僧徒还要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经历更多的迷茫。但是他却不知道，一个比暴风雨更加可怕的灾难即将降临在自己的身上。此时风暴中的海船已彻底失去了控制。信奉婆罗门教的客商们认为，这个笃定的佛教徒可能就是这场灾祸的源头，是不是该把他扔下大海作为祭祀的贡品，以便求得海神的宽恕呢？人性的丑恶带着死亡的气息笼罩在船舱之内。这位名叫法显的僧人无法猜度自己生与死的未来，唯有静静地等待着命运的安排。我不顾艰险，只有所存，置生死于度外，就为达成这万一之希望。337年，中国北方的后赵王朝立国18年，在这个新兴国家统治下的平阳郡武阳，一个婴儿诞生了。平阳郡武阳位于今天中国的山西省长治市襄垣县，而法显就出生在襄垣县的龚家庄。据古籍《高僧传》记载，法显的俗家姓龚，父母都是当地普通的农户，新生的孩子给这个贫寒的家庭带来了极大的快乐。已先后失去3个孩子的龚氏夫妇将生活的希望
都寄托在幼年的发现身上。然而，幸福的生活总是如此短暂，贫穷的家境让法显自幼便体弱多病。三岁时，一场可怕的疾病降临在他的身上。面对法显的病症，宫氏夫妇请来的郎中束手无策。看着奄奄一息的法显，两人痛苦万分。可是，生机又在哪里呢？远方佛寺的钟声给了绝望中的宫氏夫妇一个新的启示。山西襄垣县境内，至今有一处古老的佛教圣地，名叫仙堂寺。此寺依山势而建，泉水萦绕，环境清雅幽静。据襄垣县志记载，仙堂山初有寺庙时，曾有一位名僧高人在此剃度受戒，之后悄然隐去。虽然今天我们并不知道那位高僧是否就是日后弘法万里的法显，但正是在这所巍峨庄严的寺庙内，让几近夭折的幼年法显有了生的转机。在那个古老的年代里，人们时常把现实无法完成的希望寄托给宗教神灵来为之实现。带着最后一点期望的宫氏夫妇将病中的法显送进仙堂寺，此时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这个孩子在菩萨的庇护下能够健康成长，从此无病无灾。佛教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古代印度，由释迦牟尼创立。释迦牟尼也被称为佛祖或者佛陀。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古印度的佛教就传播到中国的新疆地区。公元前一世纪，汉武帝开辟了通向西域的丝绸之路，中亚和中原的交往日渐频繁，西域僧人也不断来到内地弘法传教。不过，佛教传入中国初期，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在本土盛行儒家学说的情况下，一直流传不广。然而，这种文化上的垄断很快就被公元四世纪的社会大动荡所打破。公元四世纪的中国大地是历史上最为苦难多舛的时期，随着西晋的灭亡，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在长江以北纷纷立国称帝，一时间中国的北方血火纷飞，生灵涂炭。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百姓寻找不到现实中的希望和光明。佛教作为一个追求因果轮回、向信徒许诺来世幸福的宗教，正好在精神上解脱了大众心中无尽的痛苦。于是，在民间，佛教也迅速传播开来。年幼的法显就是在这样一种宗教氛围下来到寺庙之中。这个因为病重祈福而出家为僧的孩子，很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鉴于记载被送入寺院的平民子弟。公元三四零年，年仅三岁的法显在襄垣的仙堂山剃度出家，成为沙弥，正式踏入佛门净土。
此时的法显不仅完成了世俗向修行的转变，更获得了自己生命的重生。在古代中国，医学与宗教乃至巫术之间总有难分彼此的关系。医学利用宗教的精神作用治疗，宗教利用医学的医药知识传播，同时传承了中医学术与古印度医学的佛教寺院治好了法显的疾病，呵护着他在寺院里健康成长。而年幼的法显在这个庄严肃穆的殿堂里，似乎也寻找到了自己不曾有过的快乐。在仙堂寺的晨钟暮鼓下，法显逐渐长大，而学业也日益精进。此时虔诚的信仰与执着的信念已成为他心中最为坚实的力量。不过多么安静的修行也抵挡不住外来尘世的喧嚣。公元354年，法显17岁时，后赵王朝覆灭，一时间中国北方大地杀戮四起，惨烈的乱世宛如人间地狱，法显的家乡也无法幸免。当时的佛教寺院，普通僧人们不但要研习高深莫测、晦涩难懂的经文，也要下田劳作维持自己的生计，因为这些粮食是一个乱世里生命延续的唯一保障。但是也正是因为粮食，让法显经受了人生的第一次考验。一天，仙堂寺的僧人在田间收割庄稼，一群从战乱地区流亡而来的难民想要抢夺这些粮食，其他的沙弥都惊慌失措地逃走，而唯独年轻的法显留了下来。佛家慈悲，粮食你们可以随便拿，但你们今世遭如此贫困，是前世不施舍行善而得到的惩罚。如果再行抢劫之恶行，来世的遭遇只会更坏。法显的话让难民们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他们在这个青年僧人面前放下了抢来的粮食，默然离去。因果报应是一个简单的佛家理论，但却能直接调动人们对未来的希望，从而约束现实行为。纵然是暴民匪徒，心中仍有足以让他们悬崖勒马的善念，这让法显再次感受到佛法神奇的力量。而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年少的法显对佛法禅机惊人的感悟，还有一个伟大探索者身上所必备的素质，那就是过人的胆识。公元357年，法显年满20岁，接受具足戒，正式成为受持250戒的比丘僧人。寺院的生活潜移默化着法显的精神世界，而对他影响最大的正是佛家的戒律。
所谓戒律，就是佛祖释迦牟尼针对僧团集体所制定的纪律规定，这是约束僧侣的行为准则，为信徒的修行给予现实的指导与修正。戒律延伸到僧人生活的各个角落，佛家提倡过午不食，这过午的概念在戒律中就被细化到阳光过了正午两根手指宽的地步。在仙堂寺修行的法显始终把佛教戒律视为至高无上的生活内容，虔诚遵循着自己心中的规则，严谨遵照每一条律法。在青灯古佛的陪伴下，法显在仙堂寺这一方天地中一待就是数十年。今天香园仙堂寺附近的山壁上有一个小小的石洞，据说这里就是法显当年下座的地方。所谓下座，是佛教徒的一种生活方式，在每年夏季的三个月都安居不动，静心研究学问与坐禅。法显就是在这样一个方寸之地度过了大约三十个夏季，约占他整个人生的三分之一。这是一种自律到严苛的修行方法，但同时又是十分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生活方式。正是这样的修行，将法显从一个身体柔弱的僧人练就成日后那位生命力无比旺盛的伟大旅行家。此时仙堂寺外面的世界又经历了数次的王朝兴替，这时统治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的是氐族人建立的前秦王朝，这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完全统一了整个北方中国。公元379年，前秦统治者苻坚派大军攻下了东晋的军事重镇襄阳。关于这场战役的目的，苻坚用了一句话来表达自己的心意：朕以十万之师攻取襄阳，唯得一人半耳。这一人就是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高僧道安法师。公元381年，道安在前秦国都长安五重寺开始讲学，弟子迅速扩张到数千人。在苻坚的全力支持下，道安召集了一大批优秀的翻译人才，既包括天竺、西域的外来僧人，也有本土高僧，他们均由道安亲自指导拣选佛经进行翻译，并对所译经典详加校订，一一作序。共译出佛经14部，183卷，约100余万言。这一切不仅极大地扩充了汉译佛教经典的数量，也让长安渐渐成为整个北方中国的佛教中心。道安主持翻译的佛教经典，对于一心求法的法显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而长安浓厚的宗教氛围
和无数汇聚于此的高僧大德，更让法显心神往之。长安已成为年近五旬的法显心中最为理想的修行之地。这是法显人生的第一次旅行，他终于踏出了自己生活多年的故土，向着西面的长安远去。也许临行前的法显对家乡故里还有些许的留念，但是虔诚的信仰却为他指明了前路的方向。这位未来的伟大旅行家开始了自己波澜壮阔的人生之旅。壮丽的长安城，恢宏的五重寺，让初来乍到的法显惊叹不已，但最让他满足的却是能够亲身聆听许多高僧大德的弘法。这是当时一个僧侣修习佛典的最佳方式。虽然史料上没有记载道安与法显有过任何交集，但是道安所引领的佛学之风给了法显极大的开悟，并将他引领到一个新的世界里。在长安十余年的时间里，法显遍访了几乎所有来到这里的著名僧侣，自己还孜孜不倦地研习各种佛教经典。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比丘，成为声名赫赫的有为高僧。初三藏记集曾这样称赞此时的法显：智行明敏，仪轨整肃。不过随着佛法的精进和信徒的增多，并没有让法显得到自己期许的快乐，反而时常感到一丝忧虑。随着王朝统治者的大力推广，佛教信徒此时已遍布大江南北，并开始出现许多规模庞大的僧团组织。但是如此众多的僧人却没有一套系统完整的清规戒律来规范他们的行为。法显生活的年代，来自于印度的佛教戒律并不齐全，再加上翻译的曲解，对律藏的误读层出不穷，许多僧团为此都争论不休。作为当时佛教界的大师，道安曾为自己领导下的僧团制定了僧尼规范，使僧人团体的宗教仪式、日常生活以及僧团间的纠纷解决都有了统一的制度可循。然而这部僧尼规范毕竟是以不完备的戒律为蓝本，缺乏权威性，很难在数以千计的寺院僧团中推广。本土佛教的自我完善似乎到了一个瓶颈。这些成千上万僧人组成的僧团力量，时常因为律法的缺失，在一片迷茫中失去自己发展的方向和修行的目的。公元390年，后燕王朝的豪强无助率众叛乱，立僧侣法长为皇帝，以佛教做幌子，裹挟十万百姓信徒，祸乱河北一带。随后数年里，类似的大小叛乱层出不穷。讲究慈悲的佛教非但没有起到慰藉心灵的作用，反而给世间百姓带来了无尽的痛苦。这一切就是律藏缺失的后果。法显多年严谨的修行生活使他成为一个心智坚毅、恪守戒律的虔诚僧人。当时佛教的混乱状况
让他的心中充满了疑惑，而这些疑惑却又无人能够解答。佛祖所说的律藏在哪里？完整的戒律又是什么？我辈僧人该遵循何样的方式修行？据高僧传记载，这时的法显时常感慨戒律的缺失，并立下弘誓大愿，想要寻求最完整的佛家律法。因为在法显心中，这是一个使命，一个虔诚的信徒所应当担负的使命。可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他已找不到任何答案。都说佛祖有500条戒律，不知为什么还不来到中土。戒律不全，将是佛法无从发扬光大呀。该怎样才能习得律法，行之有度呢？或许缘起缘灭，律藏就在佛祖的家乡，这一切都要用心和生命来寻找啊。这是法显的一个梦，因为在现实中，法显的困惑已无人能够解答。不过，也许正是在这冥冥之中，法显隐隐感觉到有一种奇特的力量正指引着他前进的方向。自从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并开辟丝绸之路以后，汉地与西域诸国的交往日益频繁。丝绸之路的开通为西域乃至印度的僧人进入汉地弘扬佛法提供了便利条件。正是这些僧人的前来，让一心弘法扬道、整肃佛律的法显寻觅到了完成使命的方法。为了规范教化中土的僧团，法显以其独有的虔诚与坚毅，选择了一条极为艰险的道路，那就是西行到佛法的发源地印度，只有那里才能得到佛法戒律的真谛。今天我们无法想象，一个花甲老人是怎样鼓起探索的勇气，决定向着不知终点的远方前行。这也许是信仰的支撑，更或许是一代中国僧人的担当与执着。经书皆由天主而来，我辈与其坐等律藏东传，不如自己前往天竺去取，凭此以正终比丘之心。公元399年，法显离开了长安，踏上了漫漫的西行之路，随行的还有10位志同道合的僧侣。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动荡时代里，一个62岁的老人该怎样穿过万里关山，寻找到理想中的佛国呢？同行的僧人不知道，法显也不知道，但是他却知道，只要一息尚存，自己就要向西而行。公元400年7月，法显一行得到敦煌太守的资助后，西出玉门关，踏上了广袤的西域大地。很快，
他们就面临了新行路上的第一个难关——白龙堆沙漠。白龙堆沙漠又称为沙河，位于今天甘肃瓜州和新疆哈密之间，方圆300多公里，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以凶险之名让往来的客商望而生畏。此时正值初秋，暑热未消，连绵起伏的沙丘就像大海的波涛，在阳光的照射下发出金色耀眼的光芒。可是当进入大漠深处，法显就领略到沙漠的变化无常。法显在他后来的游记《佛国记》中详细记述了穿越沙漠时的情景。沙河之中经常有恶鬼横行，热风肆虐，行人若不幸遇到，便必死无疑，无一能够幸免。沙漠之中，天空无有飞鸟，地上无有走兽，极目四望，想要寻找走出去的路径，却根本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可以参照，只有以近处堆起的死人枯骨，姑且作为我们可以行路的标记而已。这些坚毅的求法者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跋涉了17个昼夜，1500里路程，终于穿越了白龙堆沙漠，到达西域的第一个小国鄯善。鄯善的国都固执位于如今新疆的罗布泊，它还有一个更让人熟知的名字，楼兰。楼兰曾经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度，因为频繁的商旅往来而繁荣一时。这个国家由于战乱以及流沙袭击而被淹没，销声匿迹1000多年，直到20世纪初才被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发掘出来。发现到达楼兰的时间是在他彻底消失的100多年前，正值他最后的辉煌。发现在游记中曾这样描述过楼兰的风土人情：当地俗人所穿的衣服与汉地类似，只是质地不同，是用毛或麻制成。鄯善国王信奉佛法，这里大约有4000多名僧人，都修习小乘佛法。细心的发现还发现，这里的人们奉行印度的生活习俗与法律，国中僧人也以印度的梵文为专用的语言。这一切更加坚定了发现向西取法的决心。发现一行在楼兰休整1月有余，继续上路。在经过了不甚友好的燕夷国后，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来到了西域第三个国家于田国，也就是今天新疆的和田。对于艰难跋涉于此的旅客来说，于田国是疲惫的旅途中一处可以遮风避雨的理想之所。但是此时的法显心中却十分忧虑，因为这个壮丽的西域国度曾是一位西行求法僧侣的终点，而今天这里是否也会成为他前行的阻碍呢？事实上，西行求法并非法显首创，中国历史上西行求法的第一人当属公元3世纪的高僧朱士行。公元260年，朱士行去往印度，以为求取真经。他经历了艰苦跋涉后到达于田，然而
当时小乘佛教在于田具有极高的地位，信奉大乘佛教的朱士行在这里受到阻挠，不能继续西进，甚至不得回国，于田也成了他的人生终点。时隔140年，法显也来到了于田。熟知这段公案的法显心情忐忑万分，朱士行的终点能否成为法显的新起点？他能否克服宗教的分歧，将中国僧人的求法之路继续向西延伸呢？法显心中没有答案。